Hello， 我们今天是第几天的练习呢？第一天。第一天的练习，我们今天的进度是。台湾最前，然后加完副歌之后，那我们加完前。花了不到一个小时。就台湾就行了。好棒！因为我们找的人很棒。我们找的人是这位美丽的姑娘，你叫什么？绰号就好。叫彩就好。彩彩。出家雕完的感觉，开心。你为什么录？刚刚不录很。你是说北车那个？对啊。啊，这个年龄。哦、嗯。那我这样回家再过来应该来不及了。过来，那就找妈妈。Tomorrow， 女教练一大早就很饿，因为她没有吃早餐。她刚刚吃了一个小早餐，是这个东西，巧克力饼干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咖啡，你还喝咖啡？是黑咖啡吗？拿铁，你们家的？哦，对，太重了。子辰爸爸的伴手礼，一颗苹果。自行放大。就是新年快乐苹果，苹果的谚语是什么？新年快乐的谚语，知道？平平安啦，平平安安啦。水梨的谚语是什么？就是苹果，苹果跟水梨不是会放在一起送人吗？那苹果是平平安安，那水梨是什么？离不开你。水梨的谚语是离不开你。认真？我不知道，我乱讲。大吉大利呀、啊！啊，为什么水梨是吉？柑橘类都算，梨呀，先接一啊，来呀，来呀，梨跟梨吧。哦，对耶。今天是拍地头的日子，然后今早晨晨三点半再跳。现在在干嘛呢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戴上帽子之后，刘海会被压倒。我在家已经剪超多的，但是还是很长，然后拿起来就变没上。对啊，耶、yeah, ，他已经着装完毕了。对啊，他换了鞋子。有，今天带了超大的行李箱。有，没有是超小的。耶、yeah, ，我成功架好了，这个我自己架的第一架的，跟他一起。有，我好害怕。你看起来 like 灯光是。要玩抛接球游戏，好丢脸！拍得好吗？跳得好吗？
陈玉泰，你这次表现的好吗？不好，不好。你要去？你刚才忘记摸了。你为什么那么不好丢？我已经很乖了。今天派出了一个灯光师，我们来采访一下灯光师负责扶灯的感觉吧。陈玉泰，你今天负责扶灯开心吗？扶灯开心吗？开心啊。我们今天拍完了，好不好？超棒的，第一次拍 cover 对不对？第一次拍就是有点可怕，然后还行，蛮好玩的。耶！第一次跟九五在合作，啊，在开心认识。Andy， 还是晚来吃卷豆腐，这是我们团长最爱的。团长超爱吃卷豆腐，加一小卷豆腐，会去摘，他就沉浸在里面，对，会沉浸在那个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出来？就出不来，因为找不到啊，就出不来。没有，就真的确定他真的，嗯，小小地方都没有，那就整个宠物。不是海带，你不是说你喜欢海带？那个有啥？他还卷他，我也说你，你这不错啊，认真一点。